早安。我要邀请你跟着我们的敬拜团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耶稣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在全地之上，他名是远超过诸天，他名已被高举，在全地之上将荣耀并尊贵和颂赞归给他。耶和华名，唯有主耶稣圣名。
们赞美你，主啊，是的，别无他名，唯有你配得一切的荣耀、颂赞、赞美与爱戴。主啊，天上地下，凡所有受造之物，都要来敬拜你，都要将荣耀来归给你。主啊，因为你配得，你配得这一切。主啊，没有任何的话语能够比拟你的荣耀，我们没有办法用话、用言语来述尽你的奇妙。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真说，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来赞美你，我们就是要来将你的荣耀来说明出来。主啊，当我们赞美你，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就是叫仇敌羞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谢谢你，主，赞美你。主啊，你真是我们的能力，主啊，你是我们的盼望。哈利路亚，我们在今天早晨不住的要来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更多的赞美你，因为你配的。哈利路亚，是你救拔了我们，是你把我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是你的救恩拯救了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主啊，主啊，我们知道天上地下唯有你的名拯救是拯救，唯有你的名配得赞美。主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我们知道，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就建造的人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是枉然警醒。哈利路亚，主啊，唯有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到父那里去。主啊，你是唯一的拯救，愿你帮助我们专心的来仰望你，专心的来投靠你，寻找你，而且寻见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晨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经文。我们要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了耶稣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可以靠着得救。我要请敬拜团的姐妹来为我们读这一段经文，请。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谢谢姐妹帮我们读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已经进入到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二章以及第三章，我们看到耶稣应许圣灵将要降下来，而第二章圣灵也浇灌下来，让许许多多的这一些门徒们，这些聚集的人说起别国的话，因着他们惊讶，于是彼得讲了道，许许多多的人认识了主，相信了主。也因着彼得跟约翰要进到圣殿，有一个瘸腿的人因着彼得跟约翰医治了他们，或者说是耶稣基督医治了他们，以至于这一些人也觉得奇怪，然后呢，彼得也对他们讲道，于是这一些人也信了耶稣。看起来是一个上帝大能的显现在教会当中，在当时的世代。可是我要说的是，其实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好像碰到了一些的困难。当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有一些人不是很高兴，有一些人不是很满意。这些人呢，特别是这边记载的祭司们和守殿官，
特别有提到撒都该人，甚至当他后面所特别提到的官府、长老和文士。其实这些人并不很喜欢这些使徒所带来的信息以及他们所显的能力，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角度在解释圣经，用他们自己对上帝的认识来辖制别人因着上帝的能力所行的事。这边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事件，特别提到撒都该人。在这些犹太人里面，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其实是两个很大的党派，他们是一个政治的一个组织。撒都该人他们比较像是贵族，许多的官长、许多的长老、许多的祭司大部分是撒都该人。而祭司是撒都该人以外呢，特别法利赛人就是这一些文士。当时候最先抵挡这些使徒的其实是这些撒都该人。在这里提到他们一个信仰当中最根本的问题，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这件事情，他不相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当这一群使徒他们在教导，当他们在行这些事情的时候，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这些撒都该人圣经怎么说就很烦恼。他们烦恼什么？他们烦恼的是这些人所谈的与他们理解不太一样，与他们过去的习惯不太一样，与他们的信仰主张不太一样。甚至许多的法利赛人其实也是这样，这些的敌对不是在现今的世代才有的，当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也是如此的抵挡耶稣。那一天撒都该人用着他的政治实力把这两个人带来了，然后把他们押到第二天，然后要听他们怎么讲。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大祭司，这边讲到祭司亚纳、盖亚法、约翰、亚历桑大，并许多的大祭司都来到那里要听他怎么讲。这一群人要听彼得怎么说，他问了彼得一个问题，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如果你对福音书有一点理解，你就会好像试图好像被拉到耶稣的那个时代，法利赛人也曾经如此的质问耶稣，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撒都该、法利赛他们都是犹太人重要的一个群体，他们爱上帝，他们爱他们所谓的上帝，而那个上帝是他们的宗教的行为、他们的这些组织所建构出来的上帝。他们认为这个上帝应该要按照他们的理解，按照他们权柄的赋予方式，然后呢来降生，不能够超出他们的期望。于是当这些使徒的教导跟他们所教导的不同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烦恼。各位弟兄姐妹，彼得跟约翰到底奉谁的名做这事？清清楚楚，奉着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三天后复活。这样一个再清楚不过的真理，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各位弟兄姐妹，正挑战着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的信仰。牧师要说的是，很多时候也在挑战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神迹应当要发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对于复活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半信半疑，我们甚至不期望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命当中做一些的改变。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许许多多的律法的制度之下，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许许多多的献祭的制度之下，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政治、建立在金钱的这一些环绕之下。各位弟兄姐妹，可是我们的主却超越这一些，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是那一天彼得跟约翰
对那些人所讲的话，而今天仍然对你我说话。很多时候我们靠着我们人生当中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们以为可以得到拯救，我们以为我们有一个比较高尚的道德，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课业的表现，甚至我们在举止上比别人优雅，甚至我们在文化上，我们在语言上的掌握度比别人都更高，好像我们就比较好一点，甚至我们就要靠这个来过我们人生一生的道路。各位弟兄姐妹，这一些在上帝的面前没得比，你没有办法靠着这一些得救。这正是这一段经文很重要的重点。在第八节这样说，他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若今日因为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来查问我们，他们是怎么样得了痊愈，你要是为了第三章所谈的那件事情，那我可以再告诉你一次。在这里讲的不单，这里用的那个痊愈这个字，不单单只是病得医治，瘸腿可以行走，可以跳跃而已，这里这个痊愈还代表了拯救。你要问我那个人是怎么样可以得着拯救的，那我再告诉你一次。他第十节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那个人被钉十字架的那个人叫做耶稣基督，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是你们所不要的，因为你们宁愿要巴拉巴，可是这个石头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了这个人以外，你们没有人可以得救，没有赐下别的名除了耶稣的名以外可以得救。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神今天赏赐给你我的信息。我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会碰到许多的困难，甚至当时的教会也是一样，有许许多多的苦难，我们未曾预期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从小也被教育用许许多多的系统，用许许多多的积蓄，用许许多多的不动产，要来解决我们的人生的问题，甚至我们孩子的问题。可是这一段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若是没有主，你没有办法得着痊愈，你没有办法得着拯救。在危急的时候，记得呼求主的名。我要邀请你跟着我们的敬拜团，跟着牧师一起来祷告。我们要特别来祷告一件事情，求主保守他的儿女，如果落在软弱，落在逼迫当中，一样愿意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然后呢愿意继续坚持所信的，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吧，我们为每一个神的儿女来到主的面前，靠着主的名得救来祷告。谢谢你，主啊，当我们被你拯救，主啊，我们成为神儿女的时候，主啊，我们就与这世界分别为圣出来。主啊，分别为圣，主不是叫我们主啊骄傲在人的面前，而是主啊，我们认识了我们自己的身份是神荣耀的儿女。主啊，我们就知道，主啊，我们真的是有那一个责任跟一个负担，我们要叫世人看见，主啊，我们身上有神大能的作为。主啊，我们是被神改变的。主啊，我们要在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做一个见证，让人知道，主啊，这个神，主啊，你
你是有超自然的能力，主啊，你能够做人手不能做的事情。主啊，若是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还要惧怕谁呢？主啊，若是你帮助我们，耶和华你帮助我们，还要惧怕谁呢？主啊，是的，我们不要害怕那杀身体的。主啊，也没有任何事能够阻隔我们与你的爱。主啊，难道是死亡吗？主啊，是患难吗？主啊，是逼迫吗？主啊，都不是的。主啊，是的，我们在意的主啊，不是这世上主啊活着的，而是主啊，我们要看的是永生的盼望。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有你的力量。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跨出我们的脚步，勇敢的向前行。主啊，我们知道这一路上主啊十字架的道路，主啊是窄的，主啊是有困难的，主啊，但是我们不惧怕。主啊，我们真实的要看见，主啊有一个地方，主啊有很多的地方需要，主啊是需要神你的儿女，主啊神你的百姓的。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赞美你。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的来祷告，特别为教会来祷告，求主加添给教会力量。因为如今的基督教的群体教会，其实在许多的异端、许多的异教，甚至许多的政治力，甚至文化社会的冲击之下，求主让教会持续的继续的站稳脚步。教会也要领受今天的信息，因为除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外，教会也没有办法靠着别的名可以得救。教会常常会在政治，常常会在这些文化当中随波逐流，失去了他的脚步。可是教会因着上帝的恩典，仍然在这个世上做主荣耀的见证。我们为着所有的教会来祷告。耶稣啊，帮助我们台湾所有的所有的教会，就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体验到耶稣你的名声何其的伟大。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当中不是看人，不是因着人而来到教会，而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来到教会。愿主求你掌权，主啊，在这个时代，也愿你掌权在我们每一个教会当中，都能够有喜乐的心在当中。耶稣啊，带下一个盼望的灵在当中，也带下一个属灵的灵在我们教会当中，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主啊，是的，主赞美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说我们要先脱下我们脚上的鞋。主啊，是的，主把这个世界上面主啊所有的思想，主啊价值观，或者是那些混淆人心的、迷惑人心、弄瞎人心眼的仇敌，或者所有一切的谎言，主啊都要完全的卸下，完全的脱掉。主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知道主你是那帮助我们的，主你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主啊你是那帮助我们的，主啊我们要这哦要与你同在，要与你同行，主啊在这个末后的世代的里面，哦主啊是主奉主的名，哦主啊睁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要来分辨，哦要来看清楚，主啊那些哦仇敌恶者透过各样子的方式，或者是政治，或者是经济，或者是贪婪，或者是哦色情，或者是网络，哦要来逼迫，哦来要来掐住基督徒的，哦要来拦住我们的脚的，奉耶稣的名完全的断开。主啊是主，我们要高举主你自己的名，主啊是主，因为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主啊你也必要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啊，谢主在这末后的世代的当中能够站立得稳，哦主啊，并且能够哦靠着主你自己的圣灵，哦主啊，谢主哦击退那仇敌恶者，哦主啊，谢主哦能够哦断开哦能够拆毁仇敌恶者所有一切的谎言，使我们哦主啊靠着主你的名福音能够传扬出去，不受到任何的拦阻。主啊，你也释放主你自己的百姓，开通他们的心眼，主啊使他们回转归向你。谢谢神，赞美你。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的来祷告。记得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头块石头是教会的根基。不要再去在意你自己，你的教会好像在这个世上被人看不起，甚至被人厌弃。如同基督一样，我们在这块房角的头块石头上继续的被建造。我们为所有基督徒，为整个教会的群体的合一来祷告。因为这个世上看我们其实用着不同的眼光，可是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群体不受外在的影响，一心的寻求主。记得今天的经文告诉我，告诉你，告诉我，除了他以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愿教会领受这个信息，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稣能够让我们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合一，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肢体，我们要为我们肢体来祷告。所以耶稣，你教导我们要为爱合一来祷告。耶稣啊，帮助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社会当中，在日子当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心能够回转到耶稣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有违背你的时候，有不顺服你的时候，主啊，也求你来原谅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耶稣，我们是要在这个世界当中继续为你来打拼的。我们要告诉更多人知道，要把你的好消息，要把你的福音传遍到各地，让我们所踏之处都能够震碎撒旦的权势。耶稣，我们要宣告你是那唯一的名，你也是那我们的基石，更是我们稳固的磐石。耶稣，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这个世界上以外别无拯救的名。哈利路亚，我们将满心感谢的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领受救恩的你，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别无他名，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圣名，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圣名，他名已被高举，在全地之上，他名是远超过诸天。他名已被高举，在全地之上，将荣耀并尊贵和颂赞归给他。主耶稣生命，别无他名，唯有主耶稣生命，别无他名，唯有我主耶稣，他是配得荣耀。